很多人把鸡胸肉买回来不知道怎么做，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吃过。鸡胸肉加料酒、生抽、一大勺烤肉料、淀粉，抓匀腌十分钟，平底锅刷油放鸡胸肉，开小火慢煎，煎到两面金黄即可。这样做的鸡胸肉要是不好吃，我把锅吃了。